先有请台上四位，以及我哋正中间嘅大会摄影师。踏入2020年，疫情全球蔓延，其实香港人都觉得好攰。其实正因为咁样，所以我哋更加需要坚持落去。我在運動之中學習到的是，面對目標和理想，要無條件的支持和堅持，要有一種不放棄的信念。希望我們運動員的堅持不懈，能夠鼓勵香港在逆境之中繼續向前行。因為我們都是來到才知道的，來到才知道哪些是其他的得獎者，所以看到的時候都很榮幸，本身已經很榮幸，跟住仲可以同祖兒一起攞到更加榮幸，亦都有其他聽到其他的得獎者的故事，我就開始覺得自己比較其實講真的，小個的時候是其實真的很想攞到傑青，小個的時候，但係中途做了運動員之後，又有其他嘢嘅 distraction， 就冇再去想呢件事，因為覺得好像對自己有啲距離啊，已經覺得跟住今年其實是多得師兄方逸新的鼓勵的，真係他逼迫我去選，跟住咁我就做了呢件事。我真的估唔，佢都人都聽佢哋講話啊，真係未必第一次即刻選到嘅，你要一定要在 community 嗰方面一定要做得多啲嘅。咁其實自己都抱住一個即係試下啦，仲學生嘅心態，咁所以真係好榮幸，好開心。